未抹是杀，临死索命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咦，抱歉，没有牛羊。山坡上伫立着一位孤高冷傲的身影，正默默地目空眼下的一切，任凭萧瑟的北风呼啸而过，他却无动于衷。哦，你在说我吗？嘿嘿，关于我的传奇还有更酷的说法。看看我身上的弓，它是由角龙的胡须精致而成，力无虚发的箭取材自鲨鱼的背骨，健美的体格，就连阿诺也相形见绌，迷人的笑容直追永耀。我就是轰动武林、惊动万教的万兽杀手胡须章。哎，我可不是卖卤肉饭的，更不是什么大哥大，我是一位 professional animal killer。不管是天上飞的，水里游的，看我用最新科技的电击棒，只要轻轻地把电击棒放入手中，你看，整条河的鱼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，就连路上跑的我都不放过。哈哈，今天又是丰收的一天，哈哈哈！你以为这样我就满足了吗？我还有一个最爱，就是我的私人收藏，就让我带你们见识见识吧。请看，这些全是我上天下海、翻山越岭的战利品，有雪山飞狐、孟加拉虎、独角兽、东海角龙、非洲野象，还有新猎到的侏罗纪三角龙。这些宝贝都是我好不容易收集到的，每当在欣赏这些珍藏品时，心里总有说不出的快感。主人，据探子回报，南方郊区出现猎物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哈哈，咱们又可以好好的大开杀戒一番，走吧。哇，让你们感受一下杀手之王的气魄。这些都是我手下败将刀下亡魂，真是爽呆了。地震吗？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啊？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啊？这是哪里啊？这是冥界，我是这里的审判长。你在世间杀生无数，特地捉你来之审判。这里所有的动物灵，都是你一时的贪念所杀害的，所以他们想吃掉你，让你尝尝被吃掉的痛苦。就乖乖的临死吧。不要不要啊！还好是梦一场，吓死我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！没有人会祈求不幸，因此所面对的众生跟我们这个人完全一样，没有任何不同。